好。买票了，那个又往里钻。对不起，我没事。说你的。哪儿补给您？先拿二十块钱放我这儿。其实我下次我也想换了，我来这个武侠来不了，这个身上啊方方面面都不像，还不如说家长里短啊，是吧？啊，像个鬼神啊，像什么这个李老师好好学习一下啊，武侠真是一般人真来不了。原先觉得能说，其实说了几次啊，真是差距太大了。咱们上回书说到哪儿了？我想想，陶谦一声令下，108寨所有的寨主、所有的喽啰，全来到中央无极寨，每人备了一匹快马，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声令下，这就够奔扬州城。一路之上，所有人不能下马，不能吃饭，马不能喝水，啊，有尿，尿裤子里，有屎给我坐回去。一路之上，见有和尚、尼姑、老道全杀，见着没头发的全杀，高峰是没赶上，头发少一点杀。直接够奔扬州城，来到扬州啊，先打小弥勒佛广真，打完广真直奔峨眉山，把峨眉派所有的秃驴全杀光，还别说这些和尚，满山的猴全杀。还没去呀、啊，没有理由去了。嚯，这些人好，就等他一声令下，这就走。正在这时，突然站起一位且慢，陶谦吓一跳。嚯，我说话敢有人拦？回头定睛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吴三元。很纳闷儿，儿子，你观众多好，没答应。我要说那字儿，就有人站着。你先学一学。儿子，哎，你千里迢迢找到我，为你父亲报仇，你怎么拦我呀？二大爷，您去了之后不用说，啊，和尚准死。但是有一劫，我知道您跟我父亲八拜之交，又是亲师兄弟，您是扬名立万了，而我呢，一句古语说得好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爸爸就我一个儿子啊，我不能给他报仇，您去给他杀了，这以后我怎么苟活人世？我想跟您学武，我不想成名立万，我只能打了和尚就行。这个陶谦再性情爆火，再厉害，他也讲道理呀，说这孩子说的对呀。你过来干什么？那位说先摸一摸，摸摸筋骨怎么样？从上到下摸得相当之仔细。合着都是啊，摸完之后不摸还则罢了，摸完之后手指扬州方向大骂吴彦衡，你个老混蛋啊，别说和尚把你腿点断了，点死你都活该，这么好的孩子你不让他练武啊？15岁了，各位什么都不会，这要搁在我手底下，8个和尚都打了。你过来，我再摸摸。放这就好。哎呀，
儿子，儿子，这个练武啊，我也非常理解你的父亲，他为什么没教你？太难了，太苦了，你能受得了吗？二代，只要我能打了和尚，多大的苦，多大难，我都受。陶谦一听这，哎呀，你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爸爸镇守扬州城30年，入不拾遗，夜不闭户，那都让和尚把腿点断了啊！怎么你学两手你就能打了和尚？你想的太简单了。这样吧，二大爷，您就告诉我一个准信儿，您说我多少年能打了他？最少5年。行，我学，甭说5年，10年我都学，我一定我要报仇雪恨。临来的时候，爸爸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和尚他不敢动我爸爸。说着话，这就要跪地下磕头拜师。先别忙，孩子，先别忙。啊，我们家有家规，收不收，我说了不算。后院问问你二娘，铁屁股蛋的刘金定厉害，使俩棒槌，左手700斤，右手800斤，啊，1500斤，跟谁打打打打打不过人家，歘就蹦起来，一屁就坐死了。铁屁股蛋的刘金定，爹呀，你跟我到后宅见见你二娘，所有这些个债主喽啰啊，听好。原地休息，一级战备，随时准备出发。儿子，我待会后站。大家都知道，有听过的，前宅后宅，后宅是老太太跟小姐住的地方，3岁完成不得进入。陶谦怎么样？来也得报告，带着吴三元报告。现在。桃梅过来，桃梅，大傻丫头，啊，老太太，您找谁？废话，我找谁？跟老太太说一声，我找她有事儿。老太太，咱这规矩您也是知道的，3岁顽童不得进入，您带着这么一个小孩15、16岁了，这恐怕不太合适。别废话。特殊情况，好，桃门啊，他再傻，他也知道这老头惹不起啊，赶紧到后宅，啊，回老太太，啊，桃门，老太太见着他乐，高兴就喜欢傻丫头，桃门，什么事？老债主求见，这都老夫老妻了，让他进来吧，不行。他呀，还带着一个小小子，14、15岁了，那怎么成啊？你让他握着我一屁股坐着的，您先别坐。他说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您让他们俩进。带着吴三元这就来了。老太太想好了，我先看看这人怎么样，啊？不行，我唰飞起来就坐了。陶谦知道老太太的脾气啊，噔噔噔上前几步，哎呀，夫人，暂息雷霆之怒啊，这不是外人呐，谁？扬州城吴彦恒，咱兄弟的儿子。谁？吴彦恒的儿子。老太太听完唰站起来，你这个老混蛋，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早接出去了。唰就站起来，一打抱过来，哎呀，儿子相思耶，看这孩子长得太漂亮啊，哎呀，那眼睛那鼻子那嘴，什么赵云霞呀，玩去。什么张云雷呀，死去。
贺林更谈不上。太好了，帮助孩子，去那么喜欢呢？啊，您也别笑话，老太太80多岁了，哎呀，抱起来搁腿上，没分量，一磅水700斤。哎呀，孩子，你多大了？没有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吴三元是。哎呀，孩子多好，你看，哎呀，真好。你爸爸好吗？一提这个，人呐最怕提到伤心事，泪不全有。咱们的孩子，1、2、3、4、5、6、7，把前边那几场我说那个又说了一遍啊。咱们今天我就不能再倒一遍了，对吧？要按理说完全我可以再说一遍，老太太不知道对吗？我得跟人重复一遍，但是咱今儿就不说了啊。有句话说得好，不能来回老道，十到三遍都没味儿了。爸爸怎么怎么样，被别人舔了。老太太不听此话，还则罢了；一听此话，绿儿大巴掌，就要打谁呀？打老头。大曹啊，掏钱，掏钱，唰，赢了。老太太，你干什么？打你老牙疼了。妈的，呆了。不是。你怎么打我？我打你！咱兄弟腿都让人剪断了，啊！你不到扬州城给他报仇，你上我后宅干什么来？哎呀，夫人呐，刚才又撞钟又敲鼓，你没听见吗？108寨所有的寨主全在中央无极寨，啊！我一声令下，这就准备出发了。吴三元不让去，啊！不让去，你这待会儿我问问你。三元，哎，你怎么不让去？又把刚才说了一遍。哎呀，我父亲的仇竟应该我报，我呢想跟我二大爷练武。老太爷挺高兴。哎呀，好，你将来你准是个角儿，我呢准能穿你。行，好，你管你啊。那个他收你了吗？他说得怨你，您他不敢收。老混蛋，别让孩子你问我行，自己家孩子还问我吗？赶紧收下，过去过去，大娘跟你师傅磕头。这都跪过来，咣当就当当当撒头。陶青也高兴，第一呢自己兄弟的孩子，第二这孩子长得太漂亮，打心里喜爱。啊，来，你先来，给你师娘磕头。吴三元不傻，一进后寨就知道了，真正头把手老太太。跪倒半步往前爬，师娘，咚咚咚磕头。哎呀，哭啊！到后来，师娘干脆把师字去掉，娘啊。娘，老太太叫在他心里头个美。哎呀，80多岁不费力气多么大儿子。哎呀，孩子，你再叫一声娘，你再叫一声娘。哎呀，高兴。哎呀，太好了，宝贝儿，又抱起来了。啊，老爹，好，你夫人好。你打算教三元什么武艺？啊，马上九班，马下九班。2918般，不行，往下掉啊！这个铁砂掌、棉砂掌啊，如来神掌，不行，全掉。大风三雷小风剑，八仙拳、天堂拳、罗汉拳、远长拳、金刚拳，丢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天地无疆，不行。没劲呢。我不会了，我没什么了。苦瓜包子啊，你这样吧，给你个标准，什么时候吴三元把你打趴下，什么时候为止？哪有这样的？老太太喜欢他，没办法啊。开门，旁边啊，老太太，去把小姐给我叫来。陶谦一听一愣，为什么？
三岁顽童不得进入。把小姐叫来，小姐长得漂亮啊，西施女、赛扬妃、花蝴蝶的陶艳春，不许跟任何男人见面。哎呀，这个夫人，这怎么了？这是我儿子，他们姐俩见面怎么了？放开他去。一会儿公主把小姐搀过来，啊，小姐怎么一宿？吓一跳。这小伙子就不好意思啊。燕春，过来，这是你兄弟。更害怕了，兄弟，老太太八十多岁了，有养兄弟。你生下来就这么大个，一头雾水，这还愣着，这是你亲兄弟。年轻时候老太太有私生子。老太太是高兴了，不知怎么说好了。当然啊，最后呢把情况这么一说啊，这是你叔叔家的孩子，高兴，赶紧去给你姐姐磕个头。过去新磕头，吴三爷过来啊，姐姐在上，兄弟给您磕头。姑娘赶紧往后退了半步，撕一裸袖，这就不敬，这不成啊。啊，兄弟，起来吧。老太太不干了，这什么话？过来给他抱起来。你亲兄弟怕什么？陶艳春满面绯红，站起来。大家可听好了啊，吴三元今年是15岁，陶艳春20。现在没有什么，您15岁20差5岁啊，你现在也是，咱底下有女同志，谁旁边坐一个15岁小男孩坐你腿上都没事。真是这你能想出什么来？15可有一节呀啊，他还得长了，还要长到20岁，姑娘25、26那就不行了。你想想啊，啊，他们就见过这一次面啊，一家人高兴啊。第二天老头教他练，先练什么呀？中央无极寨有这么一个大青石，天不亮吴三爷就得起来看什么呀？看太阳，太阳这时候还没出来啊，先吃一包药，陶谦亲自配的，腿不能打弯，太阳一出来就这么看，太阳走他也跟着走。哎，看太阳落山可以休息，可以吃饭，等什么呀？等月亮上来再继续看。月亮出来，月亮弯弯叫九州。哎，一下去休息一会儿吃饭，接茬太阳出来再看。吴三爷不敢问，这什么？不敢问，就叫看就看吧。那位说看了多少天？47、40天。这只是一半，又看了49天，捣乱，9981天，到了82天啊，三爷，今儿就不要再看了。三爷一想，呵，不看听会儿音乐也行，太枯燥了，太枯燥了啊，再看我就看死了。儿啊，知道这叫什么功夫吗？二大爷不知道，这叫童子哑目光。大家记住啊，别我说完你也练去了，你不是童子了。童子哑目光啊，因为两军阵前，阴天可以，大太阳地儿，咔咔咔打，都使着宝剑宝刀，啊。
太阳光一闪，你眼睛你睁不开，唰一刀你就死了。练了这一手，多么强的光不怕。晚上，到了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你稍微一闭上眼儿，如同夺咒一般。童子哑目光，这是基本功。就跟我们说相声，先练绕口令。何林，给我们来一个，来。好乱，你说。练完了这个练什么？马上九班，马下九班，二九一啥的，这全练。练完这个再接练什么？内功。大铁钢不是圆的啊，大铁钢方的。里头盛上什么呀？小米儿。先插，有石头剪子去，不剪石头。先练小米儿，练完小米儿，练大米，大米练完了，练黄豆，黄豆练完了，把这黄豆啊碾破了，黄豆茬唰唰唰全是血，也得插，也得练。练完这个练什么？铁砂子。一插三四次，大嘴巴唰，这么容易呢？啊，练好，这就两年多了。现在的独三元可不比当年了，高兴，厉害。师傅，您说我现在回到羊肉厂，大小米来往这儿进。你还没练了，你知道啊？两年了还没练，不敢问。你能上房吗？你会轻功吗？不会。随我来，开始练轻功。轻功怎么练？各位可以学，可以试啊。都能学会。先从地上呢挖两寸深这么一个小坑，你就站着，腿不能打弯，提起唰提起来，您看两寸您出不来，腿不能打弯啊，起丹田往起提，两寸改三寸，三寸改五寸，循序渐进，最后是二尺，你挖二尺深，往上一站，腿大腕蹭站起来，这房子这就上房了。再接着练，腿上绑沙袋，先是一两，然后是一两五，一点一点来啊！你头一天一两，第二天一吨。什么时候你的腿上绑二十斤沙袋了，唰就出来，那天还穿不上你，这怎么一样，真这样的啊。各位说这么容易说，等门练了呢，你现在你练没用啊，过去没有枪啊，你打着打不过唰上房了，你现在你上哪儿去呀？好嘛，你这大一通唰就上了房了，底有小孩拿六四手枪嘣儿枪上啊，没有用，所以说不练。练完这还不算完，大水缸里边全是水，在这缸里唰唰唰唰唰唰跑，边跑边往外拐水，一缸水拐了一滴没有，还在这缸沿上跑，跑完缸跑盆，啊，缸盆身，跑盆。水抛出去，空盆，行走如飞。跑完盆，跑筛，这全得会呀、啊。
练完之后五彩眼美高兴。师傅，我现在把回阳光城小弥勒佛骨这儿给你说你这你练什么了？你就打小弥来放这儿啊？你还没进练无房呢？无房？不敢问。随我来。大练无房，长100米，宽100米，一方形，高6丈9。这个房子里呀，四外圈。有108个木头格子，每一个木头格子里有一个木头人，108个木头人，这是仿着138吊。在这个练功房的正中心地下，有109个铁格子，就是108个是黑色的，中间那是红色的，特别大。这是按现在来说就跟电影一样啊，带着吴三元来到练功房，看不懂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练呢？这站在一旁，掏钱掏老英雄大碗托啊，先摁地下第一个唰出了一个木头人，各持兵刃108招，跟你个老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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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108招打完之后，木头噔噔噔噔噔回去，再摁第二电钮，唰，两个木头人出来，啊，唰唰唰唰唰打，最后把这红的一摁，四面八方108个木头人全过来，好家伙！掏钱老英雄赤手空拳打了108个木头人，啊！打完之后身上啊一点破都没有，挨不上边儿，往那一站，气不出面不更色。那位说他没练，他练了。吴三元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天！儿子，就照我这么练，知道吗？啊！365天你不能出练功房，那儿有一个小门给你送饭，那儿有一窟窿拉屎撒尿，你知道吗？对，不是。哎，里边练。按头一个钮出了一个木头人，啪，吴三元趴地上，都起来了，啪呀，打的鼻青脸肿的，那也起来，肿着脸，肿着鼻子，那也得打。为了报复之仇嘛，现在这孩子他嫂死了，早把那房子接过来，早完事儿啊。那时候心情不一样，他得给他父亲报仇啊。咱不要麻烦了。不到一年，我给各位报个喜信儿，108个木头人，吴三元全能打倒。陶青也在窗户外头看，啊，哎呀，每天偷偷摸摸瞧，孩子真难为他。他想必须得3年才能学会，没想到1年呢，啊，这是让他练得太了不起了，心里佩服啊。那天陶老英雄进了练功房，吴三元高兴啊，是啊，这谁使包袱了，你乐什么呀？学得怎么样啊？我不敢说怎么样，您这样，我练一练，然后您给我指点指点。陶谦早就知道他能打了，高兴，心里高兴，小孩嘛，迈开一下，可以，来吧。吴三元先按头一点，唰，哎，木头人过来，唰唰唰，一会儿摁第二、第三个，到最后把那红电钮一摁，108个木头人四面八方这就过来了。吴三元赤手空拳。一会儿功夫全打趴，老英雄高兴，吴三元也高兴。哎呀，师傅，哎，
要现在到扬州城大笑弥勒佛跪这儿，你看行吗？你这是刚入门知道吗？心想我都大108个木头人了，我怎么刚入门？哪敢说呀，你以为你打108个木头人了你就厉害了了不起了啊？那是死的木头人，他那招数都死的，今天这样来他明天还这样来，你头一天你被他砍了，第二天你不躲了吗？小弥勒佛广人那是活的，你爸爸多厉害都让他给腿点断了，你这你打他你想什么来呢？我这几年这是4年半了，各位都不白过去了，白混了，我学什么都打不了他。那师傅就是我怎么才能打的这和尚？真想打吗？师傅，我做梦我都想打呀，您赶紧教我几招，能打过这和尚小弥勒广这儿了吧。哎呀，望着吴三元了，老爷子眼泪都下来了。你要真想打他也行，把我的绝学我教给你啊。师傅，那你快教给我吧，你能受了苦吗？我这108个木头人我都打了，好不牙都打掉了，我能行，我行不行？太难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我们家立下规矩，传男不传女，我是没儿子，我有儿子到不了你这儿，你姐姐学不了，你把所有最难的啊最苦的你想到了你再学，你这样给你3天假，你呀、啊、你回去好好想，你决定学我再教你，行，放3天假，想吃什么吃什么。吴三元每天想着这一来拿了木头人我都能打，他能难到哪儿去啊？啊，他不至于给我弄死吧？行。到了第4天，你学吗？学。你再想2天，又回去。想呀，这还想不给饭吃？不给饭吃不能，不吃饭饿死。这是在考验我，一定咬住牙。第3天又来了，学吗？学。你来面壁20分钟，大家好好想想。不用麻烦了，我想学，只能我学。来，随我进练功房，又到练功房，叽叽哇哇拐来拐去，找到那么一个小院儿，啊，3间房，好多年都没来了，那野草啊，那全是，掏钱。从这腋下拿了一串钥匙，把这门打开。别瞧这小破房，3道锁，啪啪啪全打开。进来这么一瞧，很矮，也就是1.78米左右，个儿高点，谢金你直接就撞死了啊！进不去，很简单。那么一个破桌子，啊，桌子上摆着那么一个茶壶、2茶碗，往地下看呢，有这么一捆绳子，这边上呢有3个水缸，说是水缸，那都是铁做的，3个大水缸，每一个水缸上有这么一缸盖，1吨半。
么意思这是？啊，是，老先生。儿啊，师傅外号叫什么？我不敢说。没事，你说。师傅是镇三山侠五岳赶狼不死鬼见愁打不死的神人陶谦啊。对呀，打不死的神人陶谦。因为什么呀？我有你姐姐，我也结了婚了，我不是童子功，我也不是金钟罩啊，练了这个一结婚全破，所以我练的是打不死的这手绝活。我今天交给你，恐怕呀，我一纠正你，咱们俩反目成仇。师傅，您这话说的，您教我，您是好好事啊，我感激您，感激不尽，怎么可能成仇？孩子，你不知道，太难了，难我也学。好。从怀中拿出三包药来，先吃，喝点水吃，把衣服脱了。我脱衣裤子也脱你们脱就剩下这条路上一个贝贝家了给别人也撞是不是这样？各位，这时候啊，吴三元才知道为什么陶燕春学不了这个，脱一丝不挂。好在里边就爷俩，一步丝都没有，把脸转过去。吓不在这吓坏了，我可以唱我穿越眼里这要干什么呀你说出来干嘛呀？还学吗？学。掏钱一滴了，唰啦绳子拿起来，挂起脖子上一套，单三扣双三扣四马倒悬蹄，哪一扣不紧拿脚踹，唰唰唰两把倒上去，这边一固定啊。还学吗？我在这说话这是考验。学。来到东墙上，东墙上有三把鞭子，钢鞭全都是刺儿啊。头一个这么粗，第二个呢这么粗，第三个这么粗，把这个气的这个拿出来举起来。吴三元你还学吗？学。唰，斜肩带背，鲜水的直淋呢，好家伙，骨头差点露出来。还学吗？学。他那想老师考验我，一这打一下就不学了，唰又一遍，还学吗？学。唰唰唰，二十多鞭子下去，吴三元说：“师傅，我不学了。”“不学呀，晚了。你学着你就不能再不学，知道吗？”唰唰唰唰，先是石梅红，然后是鱼鳞鞭，一鞭挨一鞭，一鞭挨一鞭，一鞭压一鞭，浑身上下各位哪儿都给打到了，什么地方都给打到了，死去活来呀，打的吴三元啊，死了六十多回，死了，唰一鞭子又打响，打响接着再打死，好家伙，最后一鞭唰，打到梗嗓咽喉，气锁咽喉，嗝了，就死过去了，没有痛苦了，浑身上下呀，这肉泥一样啊，好家伙，老英雄陶谦，绳子解下来没法打。全是肉泥拖着抱起来，拿左脚夸水缸缸盖踢下去，把吴三元放到水缸里头盘膝而坐，
这水缸里各位，这不是普通的水。啊，多少年呢？好几十年，老英雄所有的绝学都在这水缸里呢。把它放到水缸里头，啊，这水到哪里呢？眼睛下边一点儿，啊，然后呢，把水缸盖盖上，那不闷死了吗？没事，两根芦苇，缸盖上有两个眼儿，顺下来，芦苇呢插到鼻子眼里，嘴堵上。有鼻塞啊，他虽然他死的，他有呼吸啊，这儿呛不着，他这嘴一张，稍微这个药水就进去了，什么营养啊，什么 B12 啊，什么什么 A B C 维生素营养品的维生素啊，所有的啊，死不了，全是营养药啊。那位说多少天？48天，7749天啊！他那里药啊，哎，这药水喝，到嘴儿喝不着了，都算计好的了，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哎呀，自己不知道，看看身上就全，你想想啊，大的跟肉泥一样，再搁那药水一泡。全泛在这疼啊，哎呀，我怎么这水缸里了，回想怎么回事。哦，那天问我学不学，让我脱得一丝不挂，我还以为要怎么着呢，后来没有打我。哦，心想啊，哎呀，插着芦苇了，他们死过去不知道疼，现在插着也别扭，拔下去一扬出，哗，一吨半的大铁盖子唰过去了，没费劲儿，这武功就长起来了，他都不知道。心想啊，老恩师啊，老恩师啊，不是徒弟我无能，你这倒霉的功夫我实在学不了。咱们呐，咱们拜拜吧。我呀，我走，我先到扬州城打了小兵来管这儿，回来我给您赔礼道歉。那位说他光着屁股他怎么走？好，他这现在这不比当年了，一身武艺，到哪儿都能偷件衣服。你看，小嘞，他甭说他了，说相声高峰偷那裤衩呢。把水缸里走出来，噔噔噔噔，走到门呢，一看门上锁了，心想嗨。我知道我现在我这裤咔一双膀一叫了一门就开，刚一伸手，还没等拽着门锁呢，就听外头老头来了，噔噔噔噔跑回来，坐到水缸里。一会儿老头进来，钢杆给踹开，起来，不敢动。装死是吧？睁开眼，是。你早醒了吗？没有，我刚醒。不能，你是不是想跑？我这没有这事儿，我没跑，没跑。你给我带来，你瞧瞧，你瞧瞧，你小燕啊，你光着脚丫，你去跑到门那儿，我一咳嗽你又回来，这两溜脚印儿，你跑了吗？不敢言语了。给我出来，拿这么一食盒，都是吴三爷最爱吃的东西。你想想，49天没吃东西了，狼吞虎咽也啪啪啪，风卷残云吃下去啊！又拿出3包药来，去到那水缸里快点水喝了。不敢言语，快点水，我要送下去，把脸儿转过去。唰，手里又锁上刀了，小头越推越大。算好，现在也知道了，也甭嚷了，嚷也得打，打了，又把那2号钢丝鞭拿过来，唰唰唰唰唰唰，最后唰一鞭，鞭锁鞭头又死过去了，啊，抱过来搁到第2个缸里，啊，把2个缸盖给它摞上，这就3吨了。2个钢盖炉子上边啊，炉里插好了，鼻塞弄好了，5525天，
这一天呢，水又到这儿又喝不着了，又醒了，唰啦一抬手，啊，俩钢盖不费事唰过去了。醒了之后一看这个身上啊，不像上次那么疼了。嗯，自己劝自己，吴三元，别逃了，跑不了，老头外头准等着了。啊，坐着等着，一会儿哗啦啦老头来了，哟，今儿没跑啊？师傅您怎么知道？您地上没有脚印啊。啊，起来。这个师傅哗哗吃啊，师傅您把三包药给我，看过来自己喝完之后，师傅可转不了了，唰什么又绑上，唰唰唰吊起来固定，把这三包赶紧拿过来，唰唰唰唰唰，电锁烟火，二头又死过去，这回放啊，十八天。又喝到这儿又醒了，老头又来了，蹦起来了，师傅这个赶紧给我吃的，都饿坏了，把药给我，这套特别丑，来我再喝点水，师傅我转过身来，唰啦，又给绑上，两把倒过来，把枪三把鞭子拿过来，把你们都一块儿。武三元，招打，唰的一鞭子，斜肩带背。你想啊，这么长时间呢，打完还打，打完还打，身上定了个儿，就跟那鳄鱼皮一样。唰一鞭子，这一块皮就下来了。武三元没喊疼，哎呦师傅，往左边一点，左边刺吗？往右边一点，唰唰唰。哎呀！就这儿把这吴三元这外头这一层皮全部打掉，露出心肉来。过去吴三元就漂亮，这次吴三元，哎呀，更漂亮。老头看完他眼泪下来，孩子，这就叫打不死的神人啊！打成的混元铁骨、筋骨，知道吗？到刀枪斧剁，这就砍就一道白印儿。儿啊，随我来。说你在这儿你练武了，师傅我也没闲着，出来这么一条中央无极寨啊，高大西风三丈六，所有天下英雄好汉全到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全到了，好三面全坐满了，带着吴三元，老头上台抱拳拱手，各位英雄好汉啊，老夫过大年纪又收了一个小徒，嗨，我也不争气，孩子也不争气，也没学什么，让他给大家练一场。吴三元上来，马上就搬，马下就搬，刀枪剑戟斧钺钩，唰唰唰唰唰，这么打了一套，大家一看，嘿，这个少英雄太了不起，长得也漂亮，说为什么把这些人都请到了？过去讲究贺好带花。根据你这个能为，给这个英雄起了一个名字，这样的江湖上就好混。大家交头接耳，哎呀，这时候吴三元又换了新衣服了，往这一站。吴三元说：“多漂亮，各位，多漂亮啊！”走在大街上，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瞧见他，甭管是金戒指、金耳环、金镯子，啪。往身上砸，为什么？就回头看了一眼，大流氓啊！说有口痰，不敢吐。你吐树上了，这些人大姑娘小心，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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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树皮就光了。大家一瞧，吴三元这个漂亮啊，头上戴白缎子六棱英雄帽，上头镶128个白绒球。金丝缠，银丝绕，头不动，绒球不动，头若动，绒球是噗噗的乱缠，就这么漂亮啊！左边斜插一只白素绒球，右边斜插一朵什么花？手中接银花，这个花呀可了不得，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必死乱刀之下。
这话也奇了怪了，你带上他走在大街之上，见到小男妇女，淫心不动，此话巍然不动；淫心若动，此话不能能打你的太阳，就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啊！大家一看这孩子能为这个长相，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千里独行赛哪吒，天下第一美男子吴三元。吴三元出世，这才引出来大闹。